现在为了找一个钓位呢，真的是越走越远了啊，并且你跑得远还不一定有。前几天钓的这个钓位已经淹进去了，没办法啊，跑上跑下搬了好几趟，把个钓台给搬下来了。我今天呢，因为搬东西很麻烦啊，所以说只带了一只杆子，就带了8米1的杆子，还是用玉米打窝玉米来钓。哎，来了啊！哎呀，好难呐！第一条鱼啊，我觉得我这个钓台是不是拔高了一点啊？鱼也不大啊，但是呢，很不容易啊。
又一条啊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金鱼吗？这个真的很漂亮啊，这个。每一个都是通沟啊。这个接口啊。大啊，又来了啊。钓点呢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失手，
并且呢鱼不好钓啊，看下一次能不能找能够钓鲢鳙的地方啊。我不太想抽鲢鳙，但是呢没办法，其他的鱼也不好钓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收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